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，今天准备跟我的朋友阿雄去放串钩。因为最近我在家里面那个放那个螃蟹笼，还有地笼都没有什么收获。然后早上我去收螃蟹笼，就只抓了几个小的赤脚红，还有花盖鱼之类都放生了。然后听阿雄说，他最近这边那个鱼挺好的，鱼挺多的。然后今天准备跟他把这些串钩整理一下，让大家去放。现在准备来把这些那个海蜈蚣，干脆一会就给它挂下去。因为今天海边风大，等会在海边海上不好挂，不好挂。现在准备的这些中钩，还有几包窝柳，准备大家去放，期待等会能有好的收获。阿雄已经从放上来了，现在准备下去了。现在准备下去放了，准备放在这个地方啊。听阿雄说，这个地方那个黑钓比较多，黑钓还有什么鱼比较多。来，现在准备给它放下去。海蜈蚣在家里面过还是比较好放啊，这样直接放下去比较快，不然在这船上挂就不好挂了。好了，现在终于放完了啊，就剩一钓了。然后这样子给它扔下去，这个时候咱们来绑一下窝柳，咱们来绑一下这个窝柳，把这个窝柳打下去。然后给它捏成团，来，阿雄开过去，开到咱们放的地方，我扔下窝柳。开慢点，开慢点，开过去点。咱们先站等个2到3个小时，等会过来。好的。差不多，因为那个鱼进窝有一段时间，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、哦，等了2个多小时，快到3个小时，现在准备过去收，期待能有好的收获。好了。阿远说，准备过去了。刚刚就放在这个泡沫这里啊、哦，现在准备给它收起来。哎，这一个也没有。这一个没有，什么情况？哎，这个过到这个海带了。哎，这一个没有。张兄弟拉上来。嘿，这边有一条。阿雄是一条黑钓，不错哦！哎呦，力气还蛮大的哦！你没地方跑了，跟你说。哇，可以啊，今天第一条啊！现在应该说有个1斤半左右啊，还不错。按水桶先给它养上啊，还是活的。奇怪了，怎么脱不掉？哎，掉了。这点哇，这条螯都这一螯都难吃掉了啊、哦，可能给跑了，可惜了。哎，这边看有东西，哎，有一条，这条是有共哦，哇，一只什么大鱼，但是还不错哦，这条只有共个头还可以，大概有个2两左右，
给他带走了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鱼要就是只剩下一点点了。再往上面拉看看。哎，这个鱼要给吃掉了。哇，这底下肯定有什么鲨鱼啊，小鲨鱼。哎，这个鱼要被吃掉了。可惜了啊！再往前面拉看看，嘿，怎么感觉有动静啊？嘿，什么鱼？哦，这条黄鲷啊！可以啊，我们这边黄鲷很值钱啊！喂，没地，喂，力气还这么大，没地方跑的，跟你说，一见你分割你还想跑？还不错哦，先给他养着。哎。这一钩鱼饵只剩下一点点了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挂住什么东西了？底下挂住什么东西？哦，挂住那个绳子了。我还以为是鱼。这一个也没有啊，一号给吃掉了。哎，这个动静啊，嘿，喂，又是黑鲷，一条黑鲷啊，还不错哦。哎，慢点，看看，别给你跑了。哇，又是一条黑鲷啊，今天发财了，还不错哦，三条钓鱼了。哎，一只叫什么鱼啊？哎，一只条小石油光，这条可以啊，比刚刚那一条石油光还要大。这个石油光在我们这边也是很值钱啊，就这么大，一斤起码80左右。今天发财了，再往下面拉看看。嘿，哎，一只叫什么鱼？哦，一只条小石油光，可以啊。就挂这么一点点皮，差点给跑了，还不错哦。嘿，底下有什么动静啊？嘿，这什么鱼啊？嘿，这条黄鲷啊，还不错哦。哇，今天发财了，又是一条黄鲷，哎，没地方跑了，跟你说。这个没有，还是钩子啊。嘿，这边感觉又有动静哦。应该说底下又是一条，是不是又是一条？哎，哇，又是一条黄鲷啊！哎，别给哦，哇，力气说哇，没地方跑了，跟你说，我这个直线可是粗的哦，你还想跑？啊，力气还蛮大的哦，哇，这条可以啊，比刚刚那两条黄鲷都要大，今天发财了，再往这边拉看看。哎，这一钩没有，一号都给吃掉了。哎，这边又有动静啊！看来今天这条发大的去了。哎，什么鱼？喂，是一条黑鲷，还不错哦。哦，没地方跑了，跟你说，你还想往哪里跑？来，没地方，一定要你分割是没地方跑的哦。哇，又是一条黑鲷。阿强，看来咱们今天真的发财了啊、哦！嘿，哦，这里面是一条小直球钩啊，这条有点小，算了，直接不要它了，放生了，太小了。嘿，哇，底下还有动静啊，到底什么鱼呢？真的太刺激了，哎，什么鱼？哦，哇，可以啊，这条红骨啊，哦。哇，今天发财了，现在这条黄骨鱼啊，
还不错哦，这边应该有个人斤左右。嘿，嘿，又钓什么鱼啊？哦，力气还挺大的，没地方跑了，跟你说。哎，你还想往哪里跑？哦，是一条黑钓，可以啊，大概有个七八两，又是一条黑钓哦。嘿，又有动静啊！发财了今天，什么鱼呢？哇，没地方跑的跟你说，哇，又是一条黑钓，这条跟刚刚那一条是差不多，可能是兄弟俩啊。这条它差不多有个七两左右吧。嘿，感觉又有动静啊！哇，什么鱼啊？这条应该力气不小哦。哦，哇，这阿强，准备撒网，准备撒网，前面撒网拿一下，慢慢来的，哄他上来，应该都可以的啊、哦。哇，这条这么大鱼啊！哎呀，这个叫什么鱼啊？发财了今天。拉起来看一下。哇，这条应该有个五六斤吧？六斤应该有的。哇，今天发财了。我们本地还叫个鱼，这个不知道普通话不知道怎么叫。整给他拖着才说，哇，这条可以啊，起码一个六斤左右哦，大鱼啊，哇，今天发财了哦，哇，请给他放在桶里面，来，再往下面拉看看，嘿，这边有动静啊，又是一条什么鱼，哇，这条黑钓啊，可以啊，又是一条哦，来，试试我看一下今天的收获了哦。哇，今天收获不错啊！老板能够能抓到这么多鱼啊，今天发财了。这些起码可以卖个一千来块钱哦，一千左右。好了，架装备上，把这些鱼拿去卖了。今天收获不错哦，收获满满啊。好了，装备上岸了。